这一节我们来认识围棋。首先，我们下围棋呢，要先熟悉棋盘和棋子。围棋的棋盘是方形的，那么我们看它是由横线19条线和竖线19条线构成的一张网状的棋盘。那么这些横竖线呢，它们纵横交错形成的交叉点的数量是361个。这个呢，因为我们古人啊，他研究天象和节气，那么当时的旧历一年为360天，而棋盘的交叉点呢是361个，因为我们无法设计出360个交叉点的棋盘，所以呢，这个大约它就每一个交叉点对应了一年的天数。那我们看，如果我们从棋盘上正中间这条竖线到棋盘的正中心，再从正中心这条横线到棋盘的最左侧，那么在这个小方块中，它的所有的交叉点的数量就差不多是90个。而棋盘上呢，有四个均等的90个交叉点，四个均等的方块，它就象征着一年四季。而棋盘上还我们看到还有9个这样的大黑点儿，那这些大黑点儿它又叫什么呢？这些大黑点儿我们管它叫星位。棋盘上一共有9个星位，正中间的这个星位，它是棋盘的中心点，它又称之为天元。下棋的棋子是黑白两色的，一般一副围棋由黑棋181个子，白棋180个子，那么这些黑白子相加的数量正好是361。那么怎样下围棋呢？围棋首先它这个棋子要下在棋盘的交叉点上，比如这样，我们要遵循着这个原则，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棋子下在方格里，也不能下在两个交叉点之间的横线上。下围棋的第二就是轮流落子。在我们古人发明围棋的时候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都是白棋先下，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啊，在他们那时候的文化的范畴里，白棋代表着白昼，黑棋代表着黑夜。后来呢，围棋规则经由日本修改，变成了黑棋先下，那每次呢要下一个子，黑棋下过之后才能轮到白棋，白棋下过之后才能轮到黑棋，双方交替落子，一直到这盘棋双方确认这盘棋下完了，这盘棋才是一盘完整的棋，就结束了。第三个原则是下完的棋子不能移动，比如说黑棋现在他认为这个点他后悔了，但是他不能移动，他不可以这么来回走。什么时候棋子会有一些位移呢？或者说是它的处境性质的改变，就是当它被吃掉的时候才可以从棋盘上拿掉。像这样，如果中间的这个黑子被白棋包围了，那么它这个时候这个子就被白棋吃掉了，它就会从棋盘上被搬走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除非棋子被吃掉，要不然是不许移动的。平时下围棋都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棋盘和棋子呢？民间的围棋呢，一般都是木制的。棋子在远古的时候是用石头子儿，它那时候很不规则啊。石头子儿呢，它是在比如说河滩上捡到的，大小不一，经过打磨之后，它也不能够完全的达到一个统一的，达到一个统一的规格。那么后来呢，随着这个人们对围棋的逐步的推广，围棋子的制作也变得规范了。在中国的宋代，就有用木片做成棋子，
他们用黑白两色的染料把木片染成黑白两色。后来我们中国出现了一种棋子叫云子，它是在云南出产的石料，把这种石料采下来，白色的棋子就是白色的石头，黑色的实际上是墨绿色的石料。这种墨绿色的石料用高温把它烧融烧成石水之后，然后用铁的一个像铁勺一样的容器把它舀出来一条石水，置于一个平台上自然冷却，冷却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了这样一颗棋子。因为它有厚度，所以看起来是黑色的，但我们如果对着强烈的灯光或者太阳光看的话，仍然能看到它是墨绿色的。这样的工艺呢，就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。那么在日本，围棋被尊崇为一种道，和它的茶道、花道这些一样啊，都是在社会上很受到尊重和认可的。那么它的棋子呢，就做得非常的考究。它的黑棋是由在日本一个叫纳智的地方出产的黑石，这种黑石它不需要烧融成石水，它直接取黑石的料直接打磨成为这样的一颗黑子。它的白棋叫葛棋石，就是由海里边的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叫做蛤蜊，然后呢它靠近下边这个开合的地方，它这个地方材料比较厚，然后它用专用的工具挖掉一块把它打磨成棋子。那么日本呢，它民间这样的葛棋石大量的使用，所以呢它这个近海的蛤蜊都这种特别大的蛤蜊都已经采光了，所以他们现在要想做这样的棋子，需要开着这种远洋大轮船去到北美墨西哥湾去采集这种大蛤蜊。